我情况方面我知道，因为对我们那边鱼是马上卖，那肯定上的挺贵的。因为他们要是鱼肉的话，得将近20块钱一包。是吗？嗯。哦。剃完的。哦。吃鱼片。应该是大概17-18块。哦。整个呢也得，我们去哪也得阿拉斯加的，我们去的那个大部分。但是在那里最好的。对，我知道，我看他们卖的最贵，在我们那方面卖最贵。我估计在那边卖也得超过10块钱了。